接下来今晚的压轴节目是一首钢琴五重奏，德弗札克的第二号 A 大调钢琴五重奏，作品81号，第一乐章。在座各位知道德弗札克是哪一国人吗？他是最近跟台湾很友好的捷克这个国家。那么在座各位，你们知道德弗札克他最出名的曲子是什么吗？对，新世界交响曲。这首钢琴五重奏是他除了新世界交响曲以外最广为人知、最脍炙人口的钢琴五重奏。这首室内乐的地位等同于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尊于，还有跟布拉姆斯、舒曼、弗朗克的钢琴五重奏并列为古今最重要的五首钢琴五重奏。这一首德弗札克的钢琴五重奏呢，它写于波西尼亚的乡下。那么他非常的爱国，他是国民乐派，他在古典音乐里面呢注入了非常浓厚的民族音乐的色彩，所以呢，这首曲子充满了波西尼亚的风情，充满了悲伤、忧郁，可是同时也有喜悦、欢愉。所以呢，你们在这首曲子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情绪，那么富有波西尼亚的风格。那么我们等一下来欣赏由小提琴林昌龙、陈淑宇，中提琴廖玉珍，大提琴林芝莲及钢琴杨楠的合作演出。
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参与这么有意义的协和慈善音乐会活动，已经募到满满的物资给家福中心的小朋友，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感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爱和关怀。也希望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能够继续延续下去。那么我们现在请今晚演出的音乐家朋友们到台上来做谢幕。我们诚挚的希望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，继续来传递希望、爱与和平。有机会的话继续来参与我们的协和慈善音乐活动，我们后会有期，谢谢。